朋友们，今天除夕啊，咱们炫饺子、炫年夜饭啊！我负责的部分就是饺子的部分，Let's go。这是刚才切好的这个韭菜，然后调好的肉馅儿，然后现在要把这个韭菜放在这个肉里边，开始放吧。哎呀，这个切的时候，韭菜切的时候一定要切小，用那个用手给它搅一搅，注意点，放多，那刚刚放一半已经好了。可以，还行，就它有一点点多。你垫点葱油，要拿这个面粉给按上撒一点，要不然它那个饺子皮就会粘。然后我这偷懒了，在楼下买的饺子皮，自己擀太麻烦了，也不会擀。OK，磨好了，准备开始包饺子。那饺子皮，肉馅饺子皮一般都是小一点的，菜馅的话就是比较大一点的。把它稍微炖一下，炖一下，炖匀。饺子馅放进去，放到合适大小，然后这样两边一炖，一弄，然后一捏，OK，一个饺子就好了。哎，自从学会了包饺子之后，这家里边一到包饺子，这活就到我身上。来，咱给大家包个饺子，你看，先把这个饺子皮炖一下，然后这个是饺子馅儿。弄一个小一点的，因为太大有时候不好包，差不多。两边一炖，然后这样一放，边边一捏，然后一挤，OK，一个饺子就好了。陕西人的包饺子方式跟我妈学的，来，先给大家包几个。OK，一口气包了60个饺子，现在光荣下岗，帮手来了，有帮手来了，我就下岗了，我姐来了。好嘞，中午还没吃饭呢，我们先把晚上的饺子先吃点，下锅。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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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！快搅，快搅，搅搅搅搅，别烂了。OK，3、2、1，出锅，饺子出锅了。OK，慢慢一盘饺子，然后这个调的那个蘸汁儿。OK，开涮，开涮，先中午先涮段饺子，晚上再吃年夜饭。饺子，你看有馅儿，多香！蘸点这个辣椒汁。哇！我早就都吃了，你这还没去呢。亲自包的饺子，就自己包的饺子，吃了又香。哎，太棒了！大家过年快乐，新年好！